啊，你说结婚的好处是什么？结婚的好处啊，好处就是你从女朋友变成老婆了，我们合理合法，然后女朋友的位置就空出来了。哎哎，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再追求你，用你喜欢的方式。保姆了呗，比如你就多了一个跑腿小弟，出门在外，你的包都得在我身上，水果都是包好的，你还多了一个按摩师、泡脚师，还多了一个司机，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带你四面五湖四海各地的美食。因为这样，我就可以把我的余生留给你，我的余生全都是你的。